哇，厉害厉害！他连腰都是硬的，反正你都有女朋友，我还跟你客气。小 S 的机智反应和伶牙俐嘴，让人好想念。结束康熙主持的他，最近忙着练身体。展露逼死人的22寸小蛮腰，镜子前扭腰摆臀、大跳顺把的画面，让粉丝们眼睛大吃冰淇淋。这么积极练身材，原来是小 S 有了新计划，计划复出主持了。先前和姐姐大 S 一起主持的美食节目《大小爱吃》，泼辣给奖的主持风格，翻转了观众朋友对美食节目的刻板印象。两人一搭一唱，搞笑有趣。而爱上厨艺的小 S， 现在新节目《姐姐好饿》仍然是要当厨娘，而且合作对象还是她心中的男神。听说你非常喜欢《琅琊榜》，我很开心。其实你在我的心里面呢，你就是《琅琊榜》里面的霓凰郡主。小 S 最爱的男星就是胡歌了，将邀请男神上节目做菜，搭配伸出魔爪吃豆腐桥段，已经吊足观众胃口，会擦出什么火花令人期待。而电影的拍摄有可能因此延后。记者黄以文台北报道。